按个半分钟，听一下，这都这控制不住了。下来跟他说什么，他不听。他不停，不停，俺爸下来了，下来跟他说，他还来。后来我又下来了，我说你干啥啥干？说他的时候他还来。小孩正睡着，该上学了，能睡着行吗？你说他当妈的，这你说吧，你还下来。这个司机是不是像喝酒了？咦，他不喝酒多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半多。俺妈见一回，我一看，我问他，我说郑州是禁酒，不要面子，影响别人休息。可我不知道，说话不着声，他是不是骂人了？骂人了，骂。跟他说你走了算了，不要面子。他报警了，谁报警又骂他。他手机打掉了。哦，你不拉地下了？检察院，我先在他后边。我先他说他哪了？检察院了。那个里面有检察院的什么同志？咋回事了？喝啥呀？喝酒没有？你听着，他们先听着俺事，咋回事了？这的呀？你碰着人家没有？我碰着人家没，你问他。刚才你干啥了？干啥了？可慢了。你妈个，你骂啥人呢？你没啥意思。啊、你这个车是你开了不是？啊？没碰。来哦，对对，你是检察院的不是？是检察院的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你哪儿了？喝酒没有中午？哪里？咋不出事故啊？站都站不稳呢。来，先过来，同志。来，先下来，同志，好不好？先下来啊。你是检察院的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俩证，两个证。你是检察院的不是？啊？不知道不能酒后驾驶。喝了多少酒啊，老陈？我操，你有病啊！你喝酒没有？喝酒没有？喝了多少酒啊？来同志来，带走吧，带走。你跟不住那个，来坐后边。我是我让路。那你是啥呀？我害你了。往后边走着，别吵动你了。咋见了哥？哎，走。